因为呢，我们在神社或是在神宫，哦，它有所谓的两拜、两拍手、一拜，啊，那有时候大家就会说，啊，怎么说这么复杂哈，哦，已经不记得了啊，没关系，好，反正呢，我们车上跟大家说明一下，然后呢，到时候我们再一起。